Tahan YouTube. Hai.他发生了啲咩趣事先？好奇怪哦，有个鲍鱼喺度。啲 photo， 佢成品都几好啊。噔噔，好奇怪咧。 点鬼知咧？台北节目你咁噶啦，又唔系想咁啊？好啦，呢架换咗嘅系 D731观塘线嘅D731都换咗啦。嗯，系啦。好离奇我，哎死，唔记得印编号。咁<笑>大家喺港岛线度有缘就撞下啦，啊！ 港岛线度有人再撞啦吓，诶，加下搵下，搭晒成搭晒成日港岛线咪记得，唔系我唔影嘅编号员，我唔影个编号嘅原因咧，系因为咧唔记得添，啊系啊，系想你哋估下，最快估完咧就话俾我听，跟住我会答。 啱定唔啱啊？唔啱嘅话咧系受到惩罚嘅，唔啱嘅话系受到惩罚嘅，就要令我，我条啫，我。大家好 ，S 车道今次就介绍佐敦站嘅车站，只能九十营一年五年嘅12月版本啦，咁就好犀利，点解啊嘛？ 咁就帮埋卖广告，咁就打开啦，大街道，咁就望到奥士店站啦，系咯，奥士店站，咁就有成76个点嘅，搞笑，啲搞嘢咁长嘅，我真系遮住东铁线，吓，好急，好急，好急，冇停车，好急。